麻烦的。当那个早上还没关系，然后下午中午的时候它热，晒到太阳，然后那个煤气也是很热，然后就一直流汗。这个职业已经有十多年左右，就是我从小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帮妈妈做一些小小的工作，然后就一直以来就一直做，一边学一边做，就这样。大学那边已经有两年，然后妈妈太过忙，然后没有人帮忙，所以我才出来帮忙。差不多2012年有了。上午我6点下来，然后下午到7、8点。7、8点。哦，就是收入就250左右。平均每天。平均每天。影响，但是它一般都有影响，但是不太那么困难，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已经做了很久了。有差不多人就知道他也来帮忙买，就这样。可以啊，油条、油饼、芝麻饼。那个香肠热狗，饺子、面包炸、春卷、甜甜圆、牛肉丸，很多种的，提供到了，提供到家里。爸爸妈妈还有妹妹还有舅舅，就这么多人口，奶奶，就这样。因为妈妈也做，然后我也做，然后合起来都很一般的。困难都会发生，但是我们要面对。然后我老公也有一份外面的工作，早上他来帮，然后到他们工作的时候就去他的工作，去理他的工作，没有每天都来理我的。可以，会来，他也会来帮。